如何在网络上赚钱？现在尽管每天都有疯狂的消息出现，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对你我而言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活过。你可能已经意识到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，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你曾经担心疫情的影响使你没办法工作而没有收入，或者担心疫情会造成你的失业，或者已经失去了工作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这当然是一个坏消息，但你不知道这也有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，是你现在创业的开始。下面我就会在这个影片中向你进行详细的说明。你会看到在疫情期间我的收入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，这让我每天不用出门，在家里就可以产生收入。我是 Heidi Wang， 我是网络向导，也是自由生活方式的讲师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我将向你展示我和我的几个学生在这段期间中，我们在家里没有出门就可以产生2000到6000美元的收入。你知道吗？好消息是，你也可以这样做，只需一台电脑和一个手机，你就可以在家里赚得收入。因此，如果你想摆脱财务危机，或者增加你的收入，再或者你想还清债务，赢得财富自由，那么请继续观看这个视频。我就是这样做的，每天只需要一本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增加收入。这份工作可以支持我一年至少6次的环球旅行，一边工作一边赚钱，让我可以每年在冬天逃避这个寒冷伦敦的冬季，可以去到热带地区，像这个巴厘岛、迈阿密这样的地方去过冬。但我不是一直都有这样的生活。在2016年，我开始辞职，然后想从事一些自由生活方式的一些职业。开始时，我在进行这个外汇交易，然后这项事业让我赔了30万人民币。后来我又在经营我自己的一个小企业，这段时间也没有赚到多少钱。当我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我一直不知道怎样去争取客户，也不知道可以怎样成交。直到我学了这个策略，然后开始我自己的跨境电商事业后，事情才有所改变。现在我每个月可以赚到至少3000到6000美元的收入，这就是我创作了这个虚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原因。因为我想让大多数人少走弯路，不要走我以前的弯路和犯下的错误。因为这个课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生活，可以一边的旅行，在世界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赚钱。因此我现在就可以向你展示一下我这个月在网上赚到的这个收入。这个就跟我的这个手机上连上了。现在呢，我就给你看一下我这个手机上的这个 strap， 你可以看看这个 strap here。OK，sorry， let me log in。OK， so 这里就是这些的 transition， 一个月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学生在学完这个课程3个小时后就成交了3个生意。幸运的是，你可以这样做。想完成这项工作，你只要做好这3件事。第一，你要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高需求的产品。第二，你需要达到可见性，通俗的讲就是你要有流量。第三，你要知道如何能把你的工作自动化，这样可以让你的工作可以独立的运行，你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你的这种自由生活方式的人生。因为大多数人现在的状态都是求生存，
而不是生活。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和状态，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这样可以在网络上赚钱创业的机会。因此你现在正在观看这个视频，你可以做出以下这三个选择。第一种，你可以选择不做任何事，然后再回去每天都看这个新闻，并不断地感觉到恐惧，希望政府能帮你解决你的财务危机，或者想知道你是否还可以保持原来的工作，每天在恐惧中度过。第二个选项，你可以今天在这里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了解了一些状况，然后回去在家里自己学习。但是老实讲，如果你只是自己学，你不知道在网上经常犯的这些错误，你会多走很多弯路，浪费很多资金，然后又赔很多的时间和金钱，而且你也知道这不是你想要得到的结果。选项三呢，就是当你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，立即采取行动，去马上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当中，马上学习，并且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你的第一笔交易。请记住，现在你的未来和你家人的幸福全寄托在你今天的行动。我今天所说的这个虚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课程呢，是现在理想的网络赚钱的一种策略，是你现在不用投资任何的金钱就可以在家里就做的一种网络事业。但我也不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致富方法，我也不会说你掌握了这个一按电脑钱就会立马从天上掉下来，你还是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，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意。我今天不会是叫你去搞股票投资，或者是让你把你自己多年的积蓄投资在一些高风险的这个事业上，更不是多层次的营销。所以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想办法向你的家人和朋友去进行销售。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受着疫情的影响，经济上衰退，现实是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感觉到恐惧，明智的人呢会利用这段时间在接受教育。如果你现在可以停止每天在看新闻，而利用这段时间，并且不再依靠政府对你的救济，那么你一定会在这段时间掌握一下在网上创业的这个技巧。在我进入投资这个跨境商城之前呢，现在让我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可以在网上创业，不用走出家门，不用和别人接触，然后就可以有额外的收入，在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呢，你可以只需要一个电脑，可以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工作，可以边旅游边产生收入。那么我请问你一下，你觉得这个课程应该值多少钱？我们通常对这个课程向外销售是2500美元。还有我们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这样的群体，你可以跟同样做这个项目的人在那里沟通和学习。这个群体如果别人想进去的话，也要值500美元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观看这个视频的话，说明你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。那么还等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你想要学一门技术，而且想过着自由生活方式，并且可以随时随地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因此我想帮助你，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惠，你只需要97美元就可以得到这个课程。在这个课程中可以帮你从头到尾，从没有一点的网络创业的基础和知识，到完成一个完整的跨境商场。你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去改变一下你的财务和前景。请记住，此价位的这个课程只在这次这个视频播出的时候有效，当你离开这个视频以后，这个视频优惠就会过期，你会错过今天特惠当中的3个优惠。并且记住，你没有冒任何的风险，因为你受到无条件退款的
保护。如果你出于任何时间、任何情况不满意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写电子邮件，我们会无条件地给你退款。所以，请点击下面的按钮，把它加入你的购物车里。现在记住，你当你按下这个电脑购买以后，你就可以马上上网使用、观看这个课程。当你离开这个页面的时候，这个优惠就会完全消失。所以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实际上，当你在学完这个课程以后，你可能是在一两天之内就会有第一个销售的业绩和成果。现实是很多人在家里搞这个跨境商城，而且成功了，赚钱了。但是呢，记住，你也可以做到。当你照着这个课程照做的时候，你就会获得成功。如果你在30天内不满意这个课程，你可以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写电子邮件，我会无条件的给你退款。所以你根本没有任何风险，零风险。因此请采取行动吧，现在就去按下那个按钮，把它加入你的购物车。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看你的成功案例。请记住，要通过设计来创造你自己的自由人生。